最后一轮了，请出题。声音高低跟身体特征也有关系，请问男生越能唱高音的人通常有什么特征？ A 嘴巴小， B 脖子短。欸，脖子也不短啊。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啊。请作答。他自己唱高音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脖子要短。对，我觉得会不会你一个人答对变三千就你领走了结束了。我跟大家都不一样吗？就你又危险啊，嘴巴小，你跟歌王都不一样，你像话吗？歌王也是最后才想。我是这么觉得，因为嘴巴小，你看声音要 vocal 出去，是不是声音洞口越小声音越高啊？对不对？什么东西？对，这个要请专业的歌手来解释一下。他的意思是说，你管口大，你声音不会高嘛？你把它缩就就声音又高了。你这个有故意想出一点吗？对啊，夹子音也在可是我们人体洞最窄的地方放出来的屁的声音没有超过两分贝。没有，有时候。很高的，没有对，好像他们唱歌一样高啊。对，但他也选半天，他选的脖子短。因为我觉得两个都不太像是，因为我们听帕帕罗蒂唱歌，其实他嘴巴一定是大的，大的。哎，看他脖子不长啊，他脖子不长，然后我是后来才决定，因为我本身我脖子很长啊，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跟我有关吗？这两个都跟我没啥关系。那真正决定声音的高低是这种我们声带闭合的硬度，就是你闭合的越密。所以所谓的小不是嘴巴，而是喉咙这个声带，它的闭合做得越完美，你就越容易发出更好听的声音。所以声带是在脖子上面，并不是嘴巴嘛，所以它的逻辑是这样。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脖子短。是啊。是呢，全世界著名的男大音歌唱家姚兰，意大利的米兰音乐学院跟威尼斯的音乐学院呢，这两所学校在招收学生的时候，都特别喜欢那些嘴大、胸宽、脖子又粗又短的学生。原因呢，是因为直接看这个体型来讲，脖子短的人声带相对来说也比较短，那声带的振动频率就要比高声带的人快，那人的声音的自然也就越高了。所以脖子短的人比脖子长的人唱高音比较省力。你知道为什么一直比这里啊？因为呢，你就在那边因为你声不长，请休息一下。来，加四千变六千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出国坐飞机也是一种享受。世界最大客机 A380 拥有双层甲板，请问在飞机上可以从事什么活动呢？ A 有沐浴 SPA， B 有小型电影院。请作答。哇，这个标准空姐身材来听讲，真的。我没有坐过，但是我有看过，我有坐过 A380， 但是应该是只有头等舱的乘客才可以去淋浴。那我看过他的介绍，就是他还有限时间，比如说热水是6分钟，还是整个使用时间是15分钟？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但是你只要是头等舱的乘客的话，你就可以去使用那个淋浴间，可以洗澡。因为不用小型电影院啦，你前面的舱都很大啦。对，有个人的。对，他已经有电影看了 ，SPA 才稀奇。那我其实很不了解为什么要在飞机上洗澡，万一洗到一半乱流来，不是很可怕吗？哎，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有淋浴的 SPA。阿联酋航空 A380 客机头等舱的旅客呢，机上真的有淋浴 SPA。每个旅客除此之外呢，也有自己的娱乐系统，你可以看电影啊、看电视啊、看体育啊，还有看新闻啊，也都 OK。然后还有线上的 WiFi， 尊荣享受应有尽有。但服务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真的。我就坐过一次，后来我还去洗澡，就被空姐赶回来。先生，麻烦你回经济舱。他不让我去洗。你不是商务舱啊？对，他不让我去洗。你不是头等舱，当然不好。废话。来，请坐那边。请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刚认识的男女会针对五官产生第一印象。根据心理学家分析，什么长相的男生看起来更爱素食爱情 ？A. 圆脸。B 方脸，请作答。一个人选 A， 两个人选 B。陈为民，请说。是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在夜店鬼混的时候的经验，
你就发现那种长得圆脸、那种看起来娃娃脸、干干净净、很漂亮的那种男生，嗯、就女生都觉得特别对，都觉得那一定很花，一定。你说圆脸的话，对对对，圆脸的话一定很花这样。干嘛这样说瓜哥？嗯，瓜哪是圆脸？瓜哥是那个劳勃迪尼诺的脸，对，叫做劳瓜子脸，真的是劳瓜子脸。劳瓜。不是啊，你他特别喜欢，对不对？对，喜欢素食爱情，会受欢迎嘛？对，会受欢迎。哦，对，你看林志颖，对不对？圆脸，那方脸的许孝顺，许孝顺嘛，对不对？对啊，你说本垒版，一看就不是个玩意儿，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一直针对某些人呢？不是，我们是讲方脸跟圆脸啊。对，我们举例嘛，举例，到时候自己朋友可以举的。可以。所以我觉得是圆脸。正确答案是 B 方脸。哎，哦哦。对，有个心理学报告呢，特别研究了约会或刚认识的男女会从对方的脸上读到哪些讯息。那报告指出呢，大鼻子、方脸跟小眼睛的男性呢，给人一种偏爱玩、偏好素食爱情的感觉。而女生呢，如果嘴巴比较大、眼距比较宽，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无法维持长期稳定的爱情。比较宽是比目鱼吗？那类的，微宽怎么到这了？比目鱼啊！但是说真的啦，如果你的脸上就是有这些特征的话，不要觉得被冤枉，其实呢，还是要深交，好好的了解才重要。是，来素食爱情。那边就可以到先到那边素食，请加2000、10000，剩下你们两个，如果连续三题都同样答对的话，奖金就各分一半了啊！来，第一题，请出题。在古代的土耳其，妻子可以因为丈夫做了什么事而跟他提离婚 ？A. 回家不洗澡 ，B. 没准备咖啡。请作答。好，马上分胜负了。哎，叶老师。我觉得没准备咖啡比较有趣味性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女人呢，这个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像我的老婆应该就是会因为我回家不洗澡而跟我离婚，踢出去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家不洗澡，尤其那个有疫情之间，我们一回家衣服都要先脱光，全身，然后这样子，消毒，对啊，那个喷那个消毒离子水啊，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A， 那是古代的。我在洗澡吧，一代的人不洗澡了，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洗澡，除非是有钱人。哎呀，谢老师后悔了。对，但是土耳其浴又很有名，对，跟他有关，浴室很方便，对，就不用回家洗了。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没准备咖啡。其实，在土耳其人当中呢，如果你拒绝或是疏忽没有给自己的老婆咖啡的话，可以构成合法的离婚理由。那所以呢，男子们在结婚的时候发誓，绝对不会让我的老婆没有咖啡可喝。有人甚至说啊，有咖啡喝呢，比你用你的忠贞来发誓更重要。哦，就是我会供给你咖啡，每天给你咖啡，就比你发誓我爱你还更有用。不是忠贞，一辈子忠贞更重要。啊，对，应该是咖啡公司的广告词吧。加1000广告，对 ，Starbucks， 加1000，12000，第三回合呢，12000，请到培真的账户。哇，很厉害耶，38000。他是38000，目前奖金最高，也是最后的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我们培真今天的冠军得主，总奖金38000，请用提款卡。谢谢行长。来，请插入未来银行的金库，请打开。里面现金38000是你的，但是先通过密码的提示来，请出示密码。两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47画的考上百大名校，或是总笔画28画的秘密绯闻被发现。以前上考上。大学就不得了，还百大名校，申请啊，申请光耀门楣，真的哦，光耀门难上加难，对，实至名归哈，光宗耀祖，光宗耀祖，你们多聊一回，多聊一回，好，他还在想，对不对？47画很难去现在算得出来了，真的很难。秘密绯闻被发现呢，空穴来风，哦，好像差不多，就是不承认，如果你说出来就一定不是，你们知道答案吧？我不知道，我有时候乱猜也猜中啊，真的吗？真的有时候被我猜到，你要选哪个？一个是28，一个47，相差很多嘞。对，快要20画了。对，所以我要选28画。秘密绯闻被发现，请锁定。
考上百大名校，我们来看看哪四个字成语，请看。超群绝伦，这简单，对，但是四七话，但其实字蛮 OK 的，对啊，根本我们想送钱的。来，请出题。不进而走，消息消息不进而走，计时一分钟开始。五，哦哦。还蛮漂亮的，大笔大笔的挥霍。忘了他是百大名校的。哦，对。确定？好，确定。停，用了几秒？23。你写很快，这个好处。万一错的，你还有37秒可以改。可以改。37秒还可以改。来，请念密码。04110607。对或错？恭喜你答对了，怎么可能？哇！啊！但是字有写对吗？是。等。哇！等一下。38000。38000。我看你这个字，你这个。我答对了。1234567891011。可是。那个进不是这个进吧？不是这个进哦。来，我们看正确解答。是这个进，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也11啊，不一样的字，但部首同笔画。这个我觉得它不是算出来，它是真的写作误打误撞，没错。因为这个也是11画。是啊。路径的径是，它是这个径。径对对。消息不胫而走。对。那怎么办？没关系，没有，我们去看密码。是认密码的。你字写的时候，我们看密码，提款要密码嘛。密码正确就可以。所以你已经恭喜你38000了，来，谢谢。恭喜你。来，请拿走。等一下，我还有点不太敢相信。谢谢行长。你运气正好还撞上了。真的。消息不胫而走啊！哇，谢谢，恭喜恭喜。来，请。哇，这个幸运的消息不胫而走。你看，你看他写那种字算的，他笔画也11画，也不是蒙上的，真的就是帮他，老天帮他。你总这么不能写字就写一个密码，对啊，那就有点用乱猜的了，对，组合式就不行了。是，好，恭喜啦，恭喜，真的，谢谢。我们也要恭喜我们志炫的演唱会是7月13号，台北小巨蛋 One Take 2.0，我已老去的演唱会，已经开始售票了吧？哦，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上网。第20站就留给我们小巨蛋了哈，对的，那是一定的，非常浓厚的感情，期待期待，是是是，也恭喜您也出书了嘛，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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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你最幸运了，38000，对，幸运，谢谢大家，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来宾，恭喜，谢谢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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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开心，谢宝哥，谢宝哥。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